然后现在是那个第16集，就是呢，我们现在在那个在 taste，就是我刚刚刚发现，如果我吃个，比如说这个还没熟呢，因为还有一点红色，这个你会看得比较清楚，这个你看就是这种的，吃起来。毕那个很酸，我觉得不好吃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挑一种像是这个的或者这个，就有一点酸，有一点甜，我觉得非常好吃。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最好摘这种，因为这种黑色的，对，这种黑色好吃。好吃，对。拜。